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40页，940页倒数第六行，可盼欲苦报偿。世尊为我们说啥意啊？生活里面的啥意？讲完三途苦果，又用比喻来为我们说法。我们看经文，譬如世法牢狱，世间犯罪的人关到监牢狱去，具苦极刑，浑身命尽，随罪取向，所受受命，或长或短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。经文虽然不长，说了很多事情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譬如释法牢狱，居苦极刑，犯了重大的罪恶罪过啊，这是我们见到的，我们能体会到的啊。家乡书里的说，譬如王法者，这是淫比喻这些样子，报亲在前，重苦在后。这个报亲是什么？受法律的制裁啊，你造成的罪业啊，重罪判死刑，还算是亲，报亲在前的时候，先酬戒仪式杀之啊，
筹戒是手铐脚镣啊，这些刑具带在身上到刑场里面去受刑。这是我们看到的，我们看不到的呢，世间刑罚他受了之后，还有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这个才可怕，这才叫真正麻烦事情。死了以后堕三途啊，三途头一个是堕地狱，啊，先现报后入地狱，特别重视的就是后入地狱，这一句太可怕了。佛法里面说得非常详细啊，过去我请我一个同学画家江一子先生画一幅地狱本相图，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画成，依靠的是道家的专讲因果报应的一本书啊，佛经里面讲的更多，但是散在经文当中啊，没有专讲。我想到了找三个同学查他三经啊，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找出来了，把它印成一本，我提个名字叫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，这不是道家讲的，佛家讲的比道教讲得更详细啊，造什么样的罪因，后来受什么样的果报，要受多长时间才能离开地狱，大乘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不是年呢，是劫。就算是小劫啊，一个正见小劫，佛常说的，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，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，减到10岁。再从10岁，每100年加1岁，又加到84000岁，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。多少小节？5000个小节，才能离开地狱。离开地狱还有罪业，在哪里去受报？魔鬼出生啊，魔鬼出生果报受尽了，才有机会再回到人间来。所以人生难得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啊，佛法难闻
啊，这人生多难啊！经历三途，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才遇到人道的缘。到人道来了，人道的时间短，啊，我们现在时间短。纵然时间长，你生到84000岁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人享福啊，寿命长，福报大了。我们断恶修善，积多少功德，能不能赶得上，都是很严重的问题。所以佛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人生难得，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真难闻啊，这人生闻佛法，这大幸啊，缘成熟了。这个缘要是掌握住，认真修行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他就成佛了，他的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如果这人生闻不到佛法，或者是闻佛法，有这个机会闻到佛法，很难相信。特别是净土法门，难信之法。这一门错了，就真错了啊！啊，堕在地狱，这叫极限。首先达到基础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作恶受报，先受现世轻报，身后啊复受重报，如王法中惩治罪犯，先关在地，关在监狱啊，身披枷锁，受住巨苦，这个是比喻现身的苦报啊。最后出死刑，处以极刑，断其生命啊。极刑这两个字是比喻的地狱，地狱之苦如火焚身，又死后堕入三途，乃有泥泥，就是地狱。禽兽是畜生啊，禽兽云软之熟，这就是小爬虫啊，小虫一类的畜生道。地狱又苦啊啊，所以称之为极限呢。人要是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何必去犯罪？犯罪的日子不好过。没有被人发现，提心吊胆，昼夜不安，恐惧，一旦被人发现了，被刑警逮到了，那就是这个经上讲的披枷带锁。
在监牢狱里头受苦啊。判了死刑，治死刑之后，神被杀了，并不是说就没事了。要没事了，那很好啊。世间法律，你没有逃过。死后之后，还有地狱恶鬼出生，你没有法子避免。所以死后堕入三途啊！啊，那么就有地狱出生。地狱有苦啊，经上讲的极刑是魂神宁静，这几句话汉译的啊，魏译的做魂神静时，静时也就是魂神。无量寿经抄里都说，有人第六识是魂神，第八识是精识，都讲得通。那精识命经呢，就指第八阿赖耶识，乃去后来先做主垢，我们中国俗称为灵魂。在佛法里叫第八识，阿赖耶识。啊，所以说明镜啊，就是第八阿赖耶。来，去后来先做诸垢，所以称为明镜。啊，一个人。人死断气，阿赖耶识没离开啊，就是说你的神魂没离开，这一点请同学们要注意。那如果送往生，最安全的方法，他断气之后八个小时不要动他啊，不要去碰他，他的床铺都不要碰。为什么？他的灵魂没走，就是阿赖耶没走，阿赖耶没走，他感到痛苦啊，八个小时之后比较安全。那最安全的最好是12个小时啊，14个小时，那就肯定走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再通动它就没事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人断气8小时之内不能碰它？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走它最后走，来的时候它是先来投胎，所以来先后去。啊，去是最后去，来是最先来。啊，他来投胎，依靠父精母血做他的身体。啊，第一个来投胎，他最先来，死了他最后走。啊，这个常识我们应该要知道。
那么这个第八识，相思相续，舍命之际，随众投度，这个众造作的众业，业有善有恶。啊，那众的善就是大善，众的恶就是大恶。啊，大善升天道，啊，次善次一点的升到人道。善多恶少啊！如果是恶多善少，他的阿赖耶到哪去了？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经上讲的，畜生、魔鬼、地狱，啊，这叫三途。三途进去容易，出来很难。佛在经上讲的话，我们要相信。啊，不是佛吓唬人的，佛没有吓唬人的必要。句句是实话，到时候你完全验证了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杀盗淫，这个最终啊，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比杀生要轻。啊，这叫做造口业了。仅次于杀生，那再轻的，就是不善的念头。有不善的念头，没有不善的行为，啊，还有起心动念，啊，纯善，没有我，那就是佛给我们讲的。是善业道，身善、口善、意善。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；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；意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是善，是佛法的大根大本。84000法门，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，从哪里开始？从十善业道开始。啊，要记住，敬业三福。啊，净土宗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佛所说，说出这三条，修福叫三种福报。啊，第一个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人天福报啊！福报是最小的，我们做到没有？持善业有没有做到？持善业就是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身业三善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不绮语，
其实是花言巧语，说得很好听，欺骗别人，诱惑别人。啊，这都是恶口。口不善，言不善，重点都在地狱。啊，一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就是善业。八万四千法门都从这里建立，好像建大楼一样，不管建多高，这是地基。地基一定要稳固啊，你的楼才能建得成功啊。第二项是学佛的啊，包括在家、在家出家共同的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违。它的基础是什么？十善业道。从十善业道提升，这才入佛门呢。无论你修哪个法门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是哪个宗派，一定要受持三规。三规是修学佛法的总纲领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这三规用佛法僧做代表。唐朝六祖慧能大师怕大家着相，怕大家误会啊，今天讲佛法僧，佛泥塑木雕的佛像，法是经典，僧出家人啊，你要是这着相错了。佛法僧代表什么？代表自信觉正净。佛代表自信觉，法代表自信正，僧代表自信清净啊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啊，五祖考他，你说来我听听，你见性啊？他说了五句，第一句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着重本自，本来他自己就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本性就是真性，染污是妄性，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性啊，阿赖耶受染污，自性不受染污，阿赖耶有生有灭，自性不生不灭啊。所以慧能大师第二句是：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，真的有生有灭，假的啊！佛要我们用真心啊。第三句他说：“本自具足啊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。”无量功德，无量的大能，无量相好，样样具足。为什么？它能现象，现什么相？整个宇宙，比天文学家知道的大。啊，佛经上讲的，十方世界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，怎么出现？能大师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本无动摇是自信的性样子。它起作用呢，能生万法。整个宇宙啊，就是自信变的啊。这个要知道啊，离开自信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那么西方人宗教讲造物主啊，上帝神，佛告诉我们，造物主是自己的真心自信啊，自信能现能变，啊，自信遇到缘就现，遇不到缘就不现。现不能说它有，不现不能说它无，这很不好懂，跟今天量子发现的同一个道理。量子是物质现象里最小的，它变现出整个宇宙，它是什么现？什么性质呢？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啊，如果有意识，就是人有念头，那它就现象，有一定的形象。如果没有念头，念头消失了，它就不见了。啊，它在哪里呢？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有念头，他就跟着念头变现；没有念头，他回归自性，自性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真相确实，心经上说的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一点都没错。空跟色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就是有念头它就现，没有念头它不现。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自信呢？自信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啊，它是什么样子？它不动。所以，能大师第四句是。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。啊，真心本来没有动摇的，没动过，没有摇晃过。现在我们这个自信动了，不是自信动了，阿赖耶动了，妄心。啊，自信永远不会动。所以佛教我们修定，修定是定跟自信相应啊，所以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明心见性，智慧开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明了了，照见啊，自信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，佛法建立在三佛的基础上啊，第三个佛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读诵大乘劝进心者，
这是菩萨了。真正觉悟之后，没有不像佛一样现身说法教化众生。他是法界哪一道都去，地狱众生有缘，他到地狱去；畜生有缘，他现畜生身；鬼道有缘，他现恶鬼身。他哪一道都能现身，事情办完了，身就不见了。啊，不见了，我们知道，荣归自性。啊，自性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就是念头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念头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不得已，只好说，叫他常寂光。常，他不生不灭。常的意思，即他清净，不染，从来没有染污。啊，光，他就像光一样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这个光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肉眼被染污了。被外面色相所染污了，啊，见不到自性的光明。什么时候能见到？必须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见到了。像慧能大师，他见到了，说的这无趣。啊，忍和尚点头，说不必再说了，衣钵就传给他。他就正式成为五祖的弟子，五祖的传人，第六代祖。这命经啊，这点命经就是阿赖耶，就是妄心啊。所以投胎他先来，死了以后他最后离开身体。啊，阿赖耶识。那么这几句我们念念。第八识，相思相许，舍命之际，随众投度。随着他重的业，造出最重的业，他要堕到地狱。啊，所以经上讲，随罪去向，最重的堕地狱，轻一点点堕恶鬼，再轻一点点堕畜生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一起罪报投胎到恶道，恶趣就是恶道，地狱恶鬼出生啊，叫三恶道，他到哪里去了？那么如果他要投到无间地狱，麻烦了。无间是什么意思？受苦没有间断，叫无间。换句话是，还有小一点地狱，受苦还有休息的时候。无间地狱，受苦没有休息。你从进去必须罪通通受尽了，报完了你才能出来，当中没有
分秒时间它停止的，这是最可怕的、最严重的果报啊，永劫难除啊！杀盗淫容易做啊，妄语两舌也容易造啊，贪嗔痴很不容易回头啊，这些都是无间地狱的业因呢、你说多可怕？佛菩萨慈悲，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，苦口婆心劝导我们，我们不相信，或者半信半疑，啊，口念弥陀，这坏事还照干，这些都是在我在造无间地狱的罪业。将来你没有办法脱离，到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永劫难除，是名或长。啊，长寿命长，何为微菌？对，微菌，微菌是细菌，寿命很短，刹那生死。啊，是称或短。啊，或短的时候就是投胎到细菌里面去了，寿命短；投胎到无间地狱去了，寿命长，非常可怕。慧疏说：“如八大地狱，即长寿贵人。”这都合常，鬼里是有长寿的鬼啊，如佛有福，福有，这是何端？其中寿命无量差别，寿命的长短差别很大很大，都是蓄意所感呢、啊？寿命从哪来？自己造作的。啊，你得的这个身，你受的这些罪业，没有一样不是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善道。以长寿为福，寿命长好享福啊！啊，卧道呢？那以寿命长为苦，无间地狱的寿长啊！无量劫都出不来啊。不能疏忽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没学佛之前造些什么业，学佛之后又造些什么业，细心去观察，去反省，我们将来的命运自己就晓得。
不必问人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底下这两句“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”，这就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相从共生呢？我们这一生投胎来了，跟父母有缘，兄弟姐妹有缘，亲戚朋友有缘。啊，这一生能够相在一起相聚，这叫共业。我们叫做共生，互相在报偿。啊，报是过去造的业，应该受这个报。偿。常是仇常啊，有人兄弟姐妹很好，可以互相帮助，那都是过去生中欠债的，彼此报偿。有些兄弟姐妹就像陌生人一样啊，离开之后一生不再见面啊，或者是到他方异国不回来了，家里不管连横波，没有这个缘分。他跟另一类的人有共业，有报偿。啊，报是报应，是回报。这底下说得好，表冤冤相报，无有穷尽。会疏里头说，杀生等人生生同处，彼此互害，报其冤恨也。这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啊，每一天新闻里都是报道的，看到了，无缘无故，没有冤仇啊，怎么会无缘无故被杀了？过去生中有业，过去生中你杀他了，现在遇到了他杀你，他见到你就讨厌了，虽然不相识，没说过话，他看到你就不顺眼，他就讨厌，他就要杀你啊。所以有些人善于一见面就欢喜，过去生中在一起结的善缘，如果结的恶缘，看着你就讨厌。谁知道？佛菩萨知道。佛菩萨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慢慢去体会。这些经听了之后，记在心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观察：我怎么对人，人怎么对我，人与人之间的时候如何报偿。
钱了。那上升的人生生同处，彼此互害，报其怨恨也。啊，例如被杀者为了速还民债，彼追逐其冤对，啊，自自然然冤家对头碰到了，过去生中没造这个罪，你遇不到啊。造了这个业了，学佛就有好处。为什么？学佛之后持不杀生的戒，不偷盗的戒，不邪淫的戒，你真正能持戒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受一条戒有五位护法神，五戒统统受了，你就有25位护法神常常保护你。修佛的好处啊，对自己严格要求。要求什么？要求自己遵守无戒是善的，这是真正忏悔啊！无量劫以来，一直到这一生，造作多少恶业，跟多少人结怨，从今之后一别勾销。啊，我再不造恶业，不但不造恶业，我的念头都不起。这个人有福，再就笑了。啊，业障就化解了。会疏里头说得好，杀生等人生生同处，彼此互害，报其怨恨也。例如被杀者为速还民债，彼追逐其冤对，这个冤家债主他直接定住他，啊，你要问他，他跟你没有冤，没有冤，没有仇啊，我见他就讨厌。他就有这种过去生中的业，不是这一生。这一生是遇到了缘，缘成熟了，果报必定现前。啊，必须自己真正回头，啊，断除一切恶习，啊，认真努力，持戒念佛。化解业障，啊，这底下讲冤亲债主相从共生，我们再往下面看
今人杀其羊，当来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又如猫死为畜，畜死为猫，世世同生，逃命偿债，故云更相报偿。这个果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对蚊虫蚂蚁这些小动物还能伤害吗？你伤害它，它的报是完了，来生的人生。我们的报受完了，来生变畜生，啊，也变成蚂蚁，也要遭受人残害，感应讨债之人，往往报复过甚，又结心愿，故乎了事。为什么讨债不是讨得刚刚好，总是加好多倍呀，不公平的。那么这个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了，非常可怕。学佛之后，受尽一切冤枉，都甘心情愿，报不报了，没有报复的心，不追究了。无论受什么样伤害，他杀害我的生命，我也不怨恨他。这样还了。啊，来生再遇到这好朋友了，这就对了。对于别人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啊，他诽谤我，他陷害我，我怎么处理？如如不动。啊，对他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。想到佛经上说的，他今天嫁给我的，大概我前生这样对他的，今天他对我，我承受了，也笑了，来生是好朋友。所以要消业障，要化解怨恨，一生当中学佛，从哪里学起？从断烦恼、消业障。而入门，你看看徐德怀，看看初信位的菩萨，但是佛的小学一年级，他修什么？他断见思烦恼，先断见烦恼啊，见烦恼五大类，第一个身见。放下身见，这个身不是我。每个人都把身当作我，现在才搞清楚，身不是我。身是什么？是我所变现的。
我所变现的范围很大啊！你看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最后一句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身体，我这个身体也在万法之中，通通是自心所变现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。这里面包括阿弥陀佛跟我是不是一体？是啊。极乐世界跟我是一体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跟我是一体。这真话一点不假。这一切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，所有一切法，通通是我自心所生的。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魔鬼地狱出生也是我自心变现的。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，一体那才叫我。我是变法界虚空界，我是法界整体，没有一法漏掉。这是谁的思想？谁的看法想法？给注释，这是如来妙觉佛果上的想法。他成佛了啊，最低限度也像慧能大师那样的，他懂得了。他要不懂得，他说不出来这句话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他明白了。所以，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，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，冤冤相报，自作自受。豁然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这问题彻底解决了。还有没有冤家对头？没有了。一切法都可爱，都是我自己心想事。啊，般若经上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从哪里来的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相由心生。般若经上讲，一体呀，有这种认识，佛知佛见。那我们欺骗别人，欺骗诸佛如来，欺骗万法，欺骗自己。到最后结归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我们翻开来再看底下这一段，仰无为心，纵不得理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念老的出气，仰我未尽，总不得理，仰祸祸害罪罪业惩罚了，是这些
所作之殃物未能长清，则彼辗转卧去，无有出气，痛不可言。这问题怎么办？怎么解决？佛陀教给我们，迷永远不能解脱，悟就解脱了。悟什么？刚才说真正觉悟了，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，这真正觉悟，一切法，任何一法都是自己。阿弥陀佛是不是自己？自性变的，没有自性，哪来的阿弥陀佛？哪来的极乐世界？啊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也是我自性变现。啊，自性不善的业变现，诸佛菩萨是我变现，是自性善变现的，全是啊，真正一下觉悟起来了，然后什么呀？大慈大悲。大悲爱一切众生，怜悯一切众生苦，看到众生在受罪，帮助他离苦，这叫悲。不但帮助他离苦，还要给他快乐，给他快乐叫慈，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。你一定是尽心尽力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那样的心肠对待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业障消尽了。啊，还有人我的分别，你在迷呀，你没觉悟啊。真正觉悟不迷的人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。佛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很不容易体会。啊，要长时间的熏修、熏习，慢慢就有一点气氛，才能契入境界。契入境界就有受用。啊，这个受用是就能够原谅一切众生所造的一切不善，你能原谅，啊，不再计较自己。以善心善意对待一切人事物，跟佛菩萨一样，这样入佛门呐。啊，这一段法跟比喻合起来说的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所作的殃我未能偿还，那在六道里头一定是辗转卧去，无有出气，痛不可言。
人不能不求苦，不觉悟，这个苦痛是免不了的。苦痛虽然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，梦不是真的，但是没有醒过来之前，梦中是苦。好像是真的，我们没有醒悟过来，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心所生的啊。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自心所生，我们的麻烦就永远不能解决啊。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，问题解决了啊！理一心不乱，相当于禅宗的明心见性，他是用参禅的方法可悟的。净土宗是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看我的啊。先前有榜样，海贤老和尚啊，这个老人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中断，心里面没有别的念头，就是念佛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念到理一心不乱。你要问我，他什么时候念到理一心？我估计40岁左右，他的功夫就到了。啊，功夫虽然得到了，师父教他，剃头的那一天，传给他“南无阿弥陀佛”6个字，交代他一直念下去。这个人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这样的人信愿持名，我相信3年功夫成片。哎，再加一个3-5年，是一心不乱，顶多再加个10年，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师父记住师父的话了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所以他大彻大悟，没人知道。有时候漏一点，别人没留意，啊，但他自己也透露信息给我。他说他多次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，这就是他透信息。啊，他也曾经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，阿弥陀佛对他赞叹，说他修得很好，别着急往生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，特别是给念佛同学做好榜样。
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海贤老和尚这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，给他有任务，他有使命，他任务使命没完成，佛不来接引他。啊，一定要等任务完成圆满了，佛才来接他往生。正确啊，所以我估计他三年功夫成品，五年事业心不乱，再顶多十年利益心不乱，确确实实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。闲空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过一次佛学讲座。可是经论里面的意思他全知道，你给他谈起，他有时候高兴的跟你讲的头头是道，讲的不亦乐乎，那是什么？开悟了。啊，你没想到他怎么会想讲的那么好，也没人教过他，他也没去参学过，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？啊，一般人开悟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读经1000部、2000部、3000部。还有念到10000部的，是自见其意。老和尚就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啊，一句阿弥陀佛能开悟，为什么？念佛三昧。念到功夫成熟，心里头不管在哪里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功夫成熟啊！这个境界就大彻大悟。不是没有道理，历代祖师大德大修行人里头，这个境界不难见到，只要我们细心，你去观察，你就见到啊。所以他为我们实现，他成功了，我们也能成功。啊，底下这一课，余报无尽，佛慈悲的基础，请看经文：天地之间，自然有始。虽不及时报应呢，善恶会到归之。这四句话重要。
地之间自然有事，有什么因果啊？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！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第一部经书就是《易经》，大家都知道啊。《易经》讲什么？孔子告诉我们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孔子告诉我们：“啊，这就是自然有事，这个事就是因果报应。”啊。注解里头，我们看注解，自然有事者，以及大事者，作恶，虽不要与苦果，苦果自因，作恶虽不乐乐于。啊，不喜欢，就是不喜欢这个苦果啊，欲是欲望，要是爱好，喜欢啊，作恶，他不喜欢我报啊，他不希望苦果，他还是喜欢乐，可是怎么样？苦果自因啊，修善虽不希望乐果，乐果自因。人一生行善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一人有了嗜好。不希望什么享受都不希望，哎，乐果自因。这一句话跟《论语》夫子说的第一句话很相应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啊，圣贤教诲，你要是喜欢读它，喜欢想它，能把圣贤教诲、伦常道德、中国传统文化，实在讲，浓缩到极处。只有十二个字，这十二个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，五千年不变。啊，十二个字就是孝悌忠信，孝对父母，悌对兄弟姐妹，忠心摆在当中。不偏不斜，用真心相处，不是妄心。信，言而有信，信德，就是佛法讲的，不妄语，不念事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这心得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大圣大贤，
这12个字全做到了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一切时一切处他所表演的和睦啊。孔子的学生赞叹夫子，夫子有五德，表现在外面，温良恭俭让，温是温和，良是善良，恭是恭敬，没有一样不恭敬，对人对事对物恭恭敬敬，借钱谦让，这12个字加上孔子外面现出来的五德，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，所希望得到的，读书志在圣贤，不在富贵，他不争名，他不争利，生活能过去就很好，能吃得饱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快乐无极，这真乐与地位不相干，与财富不相干，快乐自然就来了啊！这是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快乐。在中国产生很大的效果，这5000年来你读中国的历史，你看每一个朝代都有这些读书幸福快乐的一生啊。这也就是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最高的享受呢，圣贤的享受。中国古人所说的孔颜之乐，孔子的乐，颜回的乐，孔子代表一生没有做过高官，与富贵不相干，孔子与贵族不相干，颜回与财富不相干啊。他的物质生活，同学里面是最差的啊，每天这三餐饭都有问题，但是也会快乐。这个快乐从哪来？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做到了，完全做到了，就快乐。修善虽然不希望落果，落果自因，
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你不求，他死就来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你不希望有灾祸出现，灾祸来了。这些话都是讲因果报应。是天地之间自然的因果，善因一定感善果，恶因一定感恶报，不是假的。我们注解不多，我们这文念一念。修善虽不希望，乐苦乐苦自应，一同影响，指如影随身，如响应身，啊，这都是平常的现象，人人都能够体会到的。然此经多言自然者，未显因果决定法尔，法尔就是自然，这个法自自然然是这个样子，叫法尔。啊，此经是指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讲自然讲的很多，啊，这是显因果决定如是。决定是这样，啊，不会错的。又回溯于因果必应，故曰自然。有因必定有果，有果决定有因，因果是离不开的。那所以叫自然报应报，那猛极突然之意，因缘成熟，报应就现前。善人行善，恶人作恶，应受之果报。或不当时立即显示，但因果不虚，于其后世必受其报，故曰善恶会当归之。啊，这一桩事情佛家讲得清楚，因果同三世，孔夫子他的外公就是孔子父亲的老丈人岳父，啊，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家，嫁给孔子的父亲。当时这个老人见到孔家无事都行善，断恶修善，无事就想到这一家一定出圣人，
祖宗积德了，积德厚啊，所以把女儿嫁给他，生孔子。我们今天整个世界乱了，乱了的原因是什么？马来西亚以前的老首相问过我，问这个问题，我答复是一句话：教育出了问题啊。这个时代没人教了，科学技术很发达，伦理道德没有了。人没有伦理道德，手上握着最厉害的武器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他想打就打，想杀就杀。过去社会为什么那么样呢？令人怀念。太平盛世，那个时候有人教啊，西方有宗教教育，大家相信神，相信因果，东方有圣贤教育，从小孩就扎根了，对于教育看得最重啊，什么事情最重要？这些家教育最重要，家家户户都如是。中国叫圣贤教育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叫因果教育。叫伦理。所以中国人有伦常，有道德，有因果，有圣贤教育。这一个族群传了5000年还在地球上。现在很多人看好了，中国会复兴起来，我相信。凭什么相信？就凭这里所讲的因果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我们的老祖宗，我们历代的圣贤，都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积善之家，这200年来国报不好，那现在我们看到国报在转变了，语言成熟了。中国传统文化不但能救中国，还能救全世界。为什么能救全世界？今天全世界灾祸连连，什么原因？道德没有了，爱心没有了，都是自私自利。因果没有了。中安寺说得好，人人信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。人人不信因果，
天下大乱之道也。安思全书对于因果这两个字讲得非常透彻，举出许许多多实例来证明。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也是讲的因果报应。我们祖宗既然世世代代都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那么他的子孙一定有好的果报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那么积不善之家，你看一个社会，看个国家，如果他积不善，必有余殃啊，他有灾祸现前。人不能处罚他，天会罚他。这就讲天地之间自然有事。皇天后土会惩罚他，会有报应的。所以恶人作恶，应受的果报是恶报。当时没看到是这个果报现前，但是因果不虚，传到后世必受其报。所以总结一句，善恶会到归之，你不要着急，你造的恶因，恶因没消除，必有恶果，早晚不一定。为什么？要看缘。佛法了不起，就是在缘上下功夫。缘是什么？你还继续造恶，过去是恶因，现在造恶是恶缘，因缘合起来，果报就现前。佛法厉害是，过去造的恶因，现在把恶意缘断掉。他有因没有缘，他不会结果。这是佛法。我们从今之后断恶修善，不再造恶了。过去造的恶因，现在不会结果。可是要记住，如果我们来世还造恶，今世的因跟来世的缘结合起来，果报又会现前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永远不敢走。不但不敢走，起心动念都是善的，都没有恶念。好啊，善中之善，无过于信愿持名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无比的大善呢。我们要放下，放下万物。有万物吗？有，起心动念就万物。我们学不起心不动念，经文到这个地方讲的
杀生啊，杀生的果报。下面是第二段，讲偷盗啊，分六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盗印，挂回是不顺法度啊，法是国家的法律，度是讲惩罚啊，看你犯的罪的轻重，给你处分啊。我们看经文，其二者，啥是第一？这是第二。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摄淫骄纵，任心自私，这个现象在今天社会几乎到处都看到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所以你要问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，灾难为什么这么多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我们看注解，二民盗物，与有主物啊，这个财物是有主的，若多若少啊，不管是多是少，不予而取，主人没有答应啊，没有给你，你自己取得，皆为盗物，这都叫偷盗啊。盗物之行源于三毒，人为什么会做偷盗，根源他心里头有三毒。三毒是什么？贪嗔痴啊。你看贪欲、奸淫、一身盗心啊，人贪而无厌啊，什么都想得到啊，自己有的非常小气，不肯帮助别人，吝啬啊，潜力啊，这样的人很容易起盗的念头，容易生盗心呐。啊，盗恶之行啊，这源于三，一生盗心，诸恶相知，一成道故啊，这就把他道的罪名确定了啊。前面说他的动机从哪里来啊？有因有缘，有动机，有行为，有果报啊。再往下面看，以下从不顺法度到
不顾前后，表贪欲之苦。最后啊，不顺法度，法轨、法则，度、轨度、规度，就常规。违背国家的法律，违背圣贤的教诲，违背社会的常规，这就是罪了。是淫骄纵，这四个字说他所谓的，他所干的是奢侈。淫者等不等观杂漏语，经中淫多从女旁，专指男女事业，淫行无节，故曰奢淫。这个淫有过分的意思啊，所以经上摄淫叫做，这个淫不是女字旁，是三点水，凡是过分都叫淫啊。下雨下子太多了，我们叫淫雨，啊，所以纵然是娱乐也都要适可而止，要支持啊，不能太过分，过分对于身心都受伤害，精神的伤害就是伦理道德规矩被你破坏了。所以人心无节，没有节度啊，故人谁也骄横，仗势欺人啊，纵者放纵，啊，资就是纵的意思。男女共居，不顺法度，放情纵欲，但图快意，不拘罪浅，故曰人心自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到此地啊，这个一段都是我们要很认真去学习啊，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再细说。